为了打破星座偏见，反抗星座霸凌，增强彼此的了解，守护世界和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星座 Deezer 洪一畅。灵魂犀，你的星座是？灵魂犀，我的星座金牛座，因为金牛座居家，哎，比较爱钱，抠，真爱就需要这种抠门的。肉体犀，你的星座是？没办法，天蝎座真的完美。哎呦嘿，最想让它消失的星座是？不要问我为什么，这样只有死于天蝎。嘉宾根据卡片上关于天蝎的吐槽进行反击。听说很专一，呵呵，出轨频率最高星座 number one 四个字形容，哇，对不起，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自己是天蝎座嘛，我自己知道，因为天蝎座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是会全心全意对别人好的，而且天蝎座绝对不可能是出轨第一，出轨第一是谁，大家自行百度啊，我也不黑别的星座，对不对？表面风平浪静，内心却想着一百种方式整死你，有话不能好好说，你当你是墨鱼君转世吗？天蝎座一定是记仇的，这个我特别确定，我就是这样的。现在我还记得当初谁在剧组里对我大吼大叫，我记得基本上不会有人敢得罪天蝎，因为不是有句话最近说吗，人固有一死，或死于天蝎，或死于摩羯。哎，和天蝎座恋爱的三大原则，强身健体，小心感冒，强身健体，小心感冒，强身健体，小心感冒，忽冷忽热，哦，他可能是不喜欢你，因为如果你像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巴不得知道他每分钟每分钟每分钟都在干嘛，不会这样。占有欲满格，会因为你前任前前任前前前前前任的事情和你生气，而这一切却不一定是因为爱你，不可能会跟他谈恋爱的，怎么可能允许前前前前前前前任，不可能。想要制服天蝎，高扛三字大旗，比他强，比他强，比他强，不存在的，不可能有人比天蝎座还强。记仇，记仇，记仇，年轻就是记性好，如果你要觉得你记性不好的话，多吃点六个核桃补补脑。莫名其妙的气点，莫名其妙的逻辑，莫名其妙的不理人，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他会不会生气，为什么生气，自己心里没点数。打一个电话给一个朋友，连续问他五遍我是谁，对方手机可能不在身边，我取消，我换一个，他应该会接我电话吧，这是不是很尴尬，他们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，录了一期这个节目，然后发现了一帮不接我电话的朋友。好，我是谁？你是我。我是谁？你是什么什么玩意儿？我是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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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神经病啊！神经病啊！好好好好好，一会儿说，一会儿说，嗯，哎，嗯，来吧，敢这样冲我说话的，一定是比我红的。是哪位呢？嗯，求求求求。粉丝的代表天蝎座的理由是？粉丝。因为啊，我的粉丝经常怼我。经常怼我。一怼我，我就记下来。虽然我不说，我也不艾特他们，但我记下来。他们做过我多少表情包，我都记着。嗯，我都记着。所以我想送一个给他们，写一句话。嗯，好，一句感人肺腑的话。因为有些图片真的丑，哇，真的丑，你没发现？我前面刚刚录完节目出来啊，他们有个开了直播，就记录了我这一下，真的丑，真的丑，求求你们挑好看的图片做表情包，有些图真的丑，丑到我自己不想用那个表情。想要好玩好准好犀利的星座就看同道大叔。你们这个就很不对，你知道吧？肉体吸引我的星座只能是双子座。